来 Pedro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是学者嘛，所以我记得处的中文。你只是有念比较多书，对，我不会自己说自己是学者，所以我接触的字都是比较学术的中文。是是是。那我爱研究政治嘛，所以我讲那个，例如说 neoliberalism， 就是性自由主义，我会念成性自由主义，就 free sex， 所以要小心。还有那个 sexy， 目睹一件事情的那个人是一个诶。见证人嘛，我会念成真见人，一个真见人，那是做伪证的才真见人，好吗？有人要去下那个真见人，甘蔗汁你念成甘蔗汁啊，也会也会，而且那个把老板来一杯甘蔗汁，怎么汁啊？甘蔗汁，我觉得我看嘛就是一样的问题，我没有，我觉得没有啊，没有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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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的问题，因为葡萄牙语跟日文还蛮像的，比如说阿里嘎多。我们就是讲 obrigado， 就是葡萄牙语没有中文的四声，爸爸爸爸妈妈妈妈，这个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那个他说的 n 那个超困难的，因为葡萄牙语没有 n， 我们只有 an， 所以我常常会比如说说，没有办法说我们跟你一起走，我们一定要说我们。你一起之类的，我跟你不是那个在骂脏话。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不是一大半都是在逼逼？不消音吗？能讲吗？今天好适合赵大哥来哎，逼逼逼。哦，然后就会有那种我初学者医生跟师生是常常是分不清楚了。真的呀，我刚开始有一次学中文是有人家去找我去练瑜伽，一个姐妹，嗯，对吧？然后就我跟姐姐比较熟。然后没有看过妹妹，所以其实我就觉得他们穿那种很紧的瑜伽裤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妹妹比较矮很多啊，所以我就往下看，嘿，我说哦，你妹妹很漂亮，然后她就很生气，后来就是干嘛？完全不懂哎，对吧？后来人家才解释嘛，就是四声很重要，要说你妹妹很漂亮。既然大家都已经讲了一些脏话，那我也可以讲一个。我们一个刚刚讲日本人嘛，我们就一个日本朋友梦多嘛，那大家知道他的发音就是有点像日文腔嘛。那他有一次带我们回去日本，在我们自己的节目也聊我们的一些日本发生的事情，然后梦多就说啊 ，Justin 跟少写也干过我妈妈。德国人的问题是我们的发音上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可是我们把东西都学得太标准，尤其是在语言学校，我都是学最标准的中文。比方说我们在第一课就学到什么幸会，然后刚学会了，我很开心，我去篮球场想跟大家 social 一下，我就说你好。幸会，幸会，然后大家就开始笑，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，什么说幸会？哎，我以为幸会的意思就是 nice to meet you， 可是我你们评审不是这样说的，对，哪有人太古板了？对，然后我还有第一次去我那时候的女友的家乡，在台南，她父母是台南人，有一次中午问我你要出汗吗？出汗吗？那是冬天的时候，过年。然后就觉得没有很热，我还好啊。你不要出汗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他就说吃饭哦，那我听不懂哎。你要出汗吗？哦，是这个。我以为他是有在流汗，因为他讲的是台湾国语啦。对，哎，你要吃饭吗？但是那个闽南人他会变，你要出汗吗？他不会那个舌音，有个台湾国语的腔，吃音他不会讲。出汗呐。